啊，你要爱台湾的自由民主保持掉咧，你不要叫中国统一去，你反对统一，啊，你反对自由民主，去变做一国独裁，你若坚持这两点的人，你拢是台湾人。啊，你若要反对这两点的人，你就是要归一边的中国人。所以这是国际的选择，不是讲有啥物啊，张先生啊啥，你真清楚嘛？有的人啊去美国大久，爱的生活基盘都拢伫遐，是日本大久的生活基盘拢伫遐，爱安尼较舒适，要办一寡代志啥物天天的事，伊就像安尼选美国籍嘛，这嘛无啥物啊唔对啊，无啥唔对，所以我是咧讲，这国际上啊，今仔即嘛刚才讲的到处，大拢真伤人，伤感情。哦，这啥挑拨输权啦，哦，啥方面吼蒙古啦，啥方面啦，我讲你来遐说了，你个祖先的事哦，我就是不甲白讲，就碰到一个上野动物园吼，比较详细哦，嘿，你可能去找遐哦，嘿，恁个祖先的，嘿，恁个动物园拢伫遐嘛吼，那到有影许个，无影许咱即嘛这个世界吼，你来看美国，欧人咧做总统啊，欧人做总统，所以一看来吼。你的出你的社会背景，你的文化背景无关系，你赶快你呐，因为吸收吸这台湾这个土地，你看这个能量是足感动人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徐娘、徐香，伊是一婚姻，跟徐香诶是有老一句话，这即毛没有对个，有老一句话，伊讲我被吸收这个土地，那无台湾就白放，伊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像这款诶人就是台湾人。啊！你若是讲迄唐景松啦吼，刘永福啦吼，破发甲平大声吼，到时电视通还袂起来，你不要来走啊吼！这都唔是嘛，跟你们不咧做大官嘛吼。啊，所以这款是中国人。啊，所以咱其他人嘛同款，其他，咱是台湾嘛是有两种的选择。啊，其实这个代志，袂使讲干安尼分咧讲尔，咱就爱讲咱政治的现场，爱实现咱的意见。啊，要哪实现？民主主义的社会嘛，是公民社会嘛，是你一个人的一票，要投去倒一边，你要做中国人，还是你要做台湾人，你就要投啊。因为你投一票哦，其实不是讲你得到两千块，你得到三千块，啊是讲我来甲投咧，无惊，我来买股票的起价，起价两万只，嘛无影，吼、哦，因为是迄款问题，你是讲你的子子孙孙，你家己本身，你是要做中国人，还是要做台湾人？你就是遐重要的意义伫遐，哦啊，所以我讲，讲这国民社会吼，啊，咱那像讲，你经常去，那去游行，那去创啥啦？所以吼，迄个总统吼，有当时啊，伊个民意个，迄支持度会在你广广大大，你几几几，咱后底游行，你看对啊，是这大事吼，咱左右着些，这也是下下，咱因为这大事，所以来比比比如个事。这个平常课同款哦，也是考试安尼同款，但是这点数无较足面的吼，嘛、哦、这个好学生，这个坏学生，差不多迄个程度。但是，毛一个是学期课，学期课可能咱来台湾的政治来讲，可能明年办市长选举吼，都是学期课。啊，学期课来对艺术搞不了，就是林嘉良先生吼，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这天助哦，唔是干来干做人的先辈呢。这是吼、哦，要做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吼、哦，咱台湾拢在算里遐呢，哦，啊，今物个来，就是行业课，行业课上重要，比如嘛上关大家都知嘛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三年半后诶，总统选举，你这票要投倒一票，要投去中国，还是要投去台湾？可能大家都足清楚。啊，我大概咧讲讲公民吼、哦，有两个条件，一项就是底线。啊，这个底线就是讲，哎，知影真正代志，你才有那个综合判断。你未去用学钱的利益骗去，骗两千块你就投一票啊，唔是安尼，你会拢总想得到。啊，那要这个底线要安怎培养，就是像其他人安尼，大家吼做伙去考察。啊，是讲我去分析，嘛是想要提供一寡吼对台湾的看法，互恁做参考，增加恁要选择的这个底线来。要一项真重要，就是。心是决意，你综合判断以后，你就要决定讲你安尼做。你若无决心决意的底线人嘛，你的底线就是
你也是墙头草啊，哦，你就是两个这边，两个挖那边，无差，你就一定爱关心关心。我阿咧，哦，因为咱迄阵哦，迄个公国民党票做伙办啊，即摆，伊向我多阿咧提较边啊尔，足侪人都唔敢加票尔，还过过年咧，我有人咧看，即有人咧看，咪枪毙啊啦，较早时。哦，叫做那个江先生，那二二八，那个也成小队员嘞，人嘛是咧，人嘛是咧做，我也一关几十年。啊，但是你即卖你才是今年这个票过过一半领吼，那有啥啦？我投反对嘛，比较相对，所以这是我好哦。你也发也爱有坚定哦，啊，唔好惊啊。你但是你也无自信，你当然有一个决心观念，叫做顽固分子哦，叫做顽固分子。就是安尼，唔该叫我唔叫你，硬你安尼硬嘛。比如讲，我话我终身就是中国来，我着中国的血统。其实你的血统啊，摕去予迄个马太平的林玛丽吼，甲你分析吼，可能无汉人呢，在百分之嘛不一定啊。啊，你但是你点解固定你的血统？这就是顽固分子，这无综合的判断，所以应该咱是公民社会啊，那就判断好。我一本册嘛是贵着，我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，一句话会实现啊！大家读着，伫台湾读着，会当得主管，啊，就是本是日本人的国家，就共款嘛。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国家，啊，即你来讲别项别人的国家，就变作足奇怪啊！吼，所以即点我希望讲真正实现，多谢。